哇，还是一个击球，回马枪，对，我给他林志伟，你上去，哦，给他投进去了。我认为他这个大的比赛打就是他这样坚决的打，不要去闪躲。我在这次打进之后，他信心会提升起来，而且还会越打越好。进入之后收球上去，直接被佩尔轰出去。你看下半场，我们再看一次欧弟这个球，哇哦，在空中，佩尔的火锅能力太恐怖了。看一下当天精彩的火锅。其实这个球，欧弟应该要拉回来之后用左手的传球。做。